下面呢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太极尺的锻炼方法啊，这种功力训练的方法。太极尺呢，也是陈家啊秘传的一种啊锻炼功力的一种方法。它和太极拳的很多劲力的变化啊，劲力的锻炼完全是一致的啊。我现在先向大家介绍啊，陈兆辉老师传的三种手法。用马步啊，第一种是啊脚法啊，坠肘含胸叉腰啊，下面是马步，我先走一遍。这两个手，一个手往这边推，一个手往这边推，两个手一个作用力反作用力都在这一个啊，在一个这个太极尺上呢表达出来，所以呢就是他的劲和他的劲正好是对称的啊，他往这儿搅，他往这儿搅啊，这个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，锻炼什么呢？握力，两手要握住它。这个太极尺的长度就是啊八九寸的样子，它叫太极尺不一定要一尺长。这个粗细呢，跟你的手握住它稍微有一点空隙，加大手的握力啊，不要太细太粗，抓不住也不行。这基本上就是一啊一掌能握住，稍微有点空隙。它的要领叫坠肘含胸踏腰，走的时候靠腰的旋转，不要光耍这两个胳膊，靠腰的旋转带动上肢啊，一个是加大手的握力，一个是腕子的活啊，腕子灵活啊，全身配合上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啊，就说一定这个肘千万不要架，跟打拳一样，不要架肘，肘的出去后还是低的。啊，这过程还是低的，啊，肘往前卷，啊，腰胯呢随着，啊，这个两手的脚劲，啊，腰胯左右旋转，一定要用腰带动上肢，啊，上带动四肢，不要光耍两个胳膊，慢一点，肘在低的，肘在低的，嗯，肘往肘往下，他那个劲呢？大家看，啊，主要是练这东西。两人打手以后，走，打轮，行了，走这个，再收过来，再抓回来右肘，啊，所以就肘呢一定往下抬，来来，肘往下，往里卷，好。哎，腰就配合上。这边的肘再低一点。啊，这个肘呢再往上低一点，给它放松，给它放松啊。对，下踩，往下踩这个肘啊，这样的，别光出去啊，这样出去不行，上来。哎，对，好，嗯，肩不要拱，腰活一点，步子小一点，步子太大了支撑力小，步子不要太大啊，这一码码步就可以了，步子越大支撑越小，嗯，对，这手呢把它握住，是吧？要握紧它，啊，握紧它，但是呢，肯定走的时候稍微有一个手松一点，不松一点过不去。好，再走，再走，再走几个。好，从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低一点的走，就往下低一点。嗯，七个，再走一个。好，
啊，刚才我介绍这一种是脚法，啊，两臂两腕脚法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叫上裂下踩，啊，由一个上一个下，这样一个踩裂劲，啊，上下的踩裂劲，一个往下去，一个往上周，还是俩手互相过不去，啊，这样呢锻炼两个手的啊握力、臂力和脚缠的这个力量，啊，上下踩裂。刚才呢是这样的，这回呢是这样，全心向里。啊，还是马步，啊，对轴。这个手呢往下，这个手呢往上，啊，这两个手，啊，锻炼这种对称劲儿，啊，一回来，啊，这个肘要膨出去，慢慢慢慢回来，回来慢一点，吸气，二再下去，这个呢是往上周，这个、往下踩，两个，啊，两个臂力呢互相。交替锻炼，啊，再看，啊，一，回来慢一点，吸气，呼气，回来，还原，再下去，再回来，吸气，再下去，啊，这种就锻炼，啊，上下，啊，这种脚劲。走一走，下去。这个呢，跟基地锤这个劲儿一样，啊，让它下去，下去，啊，啊，慢点，回来慢点，回来慢点，吸气，有个啊，有个缓冲的时间，有个节奏，回来慢点，吸气，摆好，啊，然后再走，走再走右手。回来，再走左手，哎，步子太大，你支撑力小了，步子大了，步子小一点，马步小马步，这样不要太大了，步子越大支撑力越小，啊，步子越小支撑力越大，好，好。啊，我再介绍一种，啊，第三种，这种呢是前后鼓荡，啊，这个劲呢就是，这个太极尺的劲呢是一前一外一里一前一后，啊，但是呢往前膨的时候，不是光两个手往前去，周身后边命门。啊，背、大小臂、裆，啊，走的都往外撑，呼气，回来，吸气，呼气，两手使劲还是握紧，啊，就这里就让膨圆它，啊，不要光往前这么努，啊，整个背力。啊，两臂、大小臂、裆部，都让它撑圆它，啊，俩手还是握紧它，啊，呼气，回来吸气，呼气，回来吸气，还是啊，前面我们讲的那个道理，就是呼气的时候，丹田膨胀，命门膨胀。啊，小腹膨胀，命门膨胀，两臂膨圆，裆部撑圆，吸气时候放松，啊，吸气时候收腹，吸气松胯提肛，啊，下边五指抓地，呼气的时候，啊，周身上下左右八面支撑，啊，加大周身的膨劲，锻炼这个。好，我再来两次。吸，呼，吸，吸，呼，
呼气，往外撑，慢一点吸气，回来慢一点，啊，撑稍微加大力呢，啊，加大这一圈啊，这一圈后边腰的命门、裆部啊，都往外撑，吸收，好，呼撑，好，吸呼。这就根据啊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啊，可多练几次少练几次自己可以掌握啊，这是一种功法。